做面包最有趣的是，就是你摸面团的那个触感，然后还有面包出炉的那一刻。再次拍摄有趣，我觉得是大家一起很努力想把这个课程做好，现场那么多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整个企划啦，还有整个团队在运作，那当然还有老师自己设计的课程，也想让你找到自己属于。敲一下，敲。那相对无趣的时候，就是中间要卡很多次，毕竟老我是厨师，不是演员。OK， 超赞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课再见哦。